那我们要修什么？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善恶的标准很简单，就用世尊给我们一般人教诲的三规五戒是善就行了。阿罗汉是善修圆满了，得的什么果报？三千位菩萨，全教菩萨，没见性的，三规十善修圆满了，得什么境界？八万细心，人不可以不断恶，不可以不修善呐、啊！啊，很好记呀、啊，不要忘掉啊！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拿出来对一下。啊，对一下要是恶呢，就不能做，要忏悔，要放下。如果是善呢，就可以欢欢喜喜做。果报，天人，人天果报啊！啊，这是最低的学佛，最后学到三恶道去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有没有？有，不但有，还挺多的。啊，为什么他跑到三恶道去了呢？念头不善。啊，念头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，言行不善。言行是怨、恨、恼、怒、烦，与这十个字结合起来，三途去了啊！怎么能干这种傻事？又何况佛给我们制定的三句境界啊，这戒律啊，为什么帮助我们提升啊？这都是通途法门的，净土法门特别啊，净土法门关于戒律这一部分，我只给诸位说了五口。早年在美国在加拿大，我们修这五口啊，在洛杉矶，我住在印海法师的道场，他看到我们五口非常赞叹，简单没有好记啊，时时刻刻用来对照。啊，三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最后这一句劝进行者就是喜欢帮助别人的，劝别人修福，劝别人信愿，劝别人发心求生净土。
啊，总共十一句，你看十句是为自己，最后是劝谏行者。啊，其他的六合敬、三学、戒定慧、六度、普贤十愿。要认真，时时刻刻要把重点拿出来对照，速度要快，念头才起马上给他印一下，这念头能不能起，恶念赶快把它打消，不能起啊，善念可以啊，恶行恶口都不可以。我们能够把这五条基本的抓住，往生就有份了。下面自性无足，无有限量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啊，自性没有造作，发而如是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从来没有动摇过，没有染污过啊。慧能大师见性的20个字的报告，本质清净，啊，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，本质具足，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，自性就是真心，真心本来是定的，没有动过。啊，那么动动就不是真心，不是自性。啊，动是什么？动是阿赖耶。哎，阿赖耶是念头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这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它从哪里来的？它从自性里头变出来的。这个东西把自性所现的、所生所现的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华严上说得好啊，一切法心现实变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这个真心跟妄心，自性跟阿赖耶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那现在我们生活、日常生活当中，阿赖耶做主。那自性呢？自性靠边站了，做不了主，全是阿赖耶做主。我们就错在这里啊！妄心做主啊！真心没做主啊，真心做主是佛菩萨啊，什么样的菩萨？至少圆教初住，别教初地啊。为什么？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了，自性才做主啊。自性做主，六道不见，十法界也不见了，什么东西出现在面前呢？十宝庄严土
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图是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出现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呢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图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就见到，极乐世界了不起，无比殊胜。我们到极乐世界，烦恼一片没断，真的是凡夫。但是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生的那个极乐世界的同居土，凡生同居土，跟十宝土完全相同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微尘加持的，你得的受用跟八地菩萨平等了，这还得了？啊，这种事情不但六道凡夫不能相信啊，这难信之法了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不敢相信。你能够相信，这奇怪了，这太难得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能相信就能往生，你就有份啊，你不相信有怀疑，你没份。你知道有净土是跟净阿弥陀佛结个法缘，这一生净土的受用你得不到啊！我们想得受用啊，这个好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